天道的张明杰先前受访时提到，在2021年12月拍摄八点档的时候，因为拍戏都会日夜颠倒，导致自己的生理时钟大乱，身体也渐渐开始出状况。当时自己甚至在拍戏时心脏病突然发作。根据报道指出，当时他表示自己拍戏时都非常兴奋，虽不觉得自己心脏跳很快，没想到整整跳了一个晚上，还越睡越疲惫。隔天到医院就马上送急诊，医生一看立刻直呼这是心脏神经乱放电，当下他才赶紧动手术，身上更插了多达5根管子。幸好手术后他休息一个月，身体才慢慢恢复健康。Bye.